你老板今天在黄明累吃不消，你还不待在家里？外面让我给你跑跑头了。好呀。你说过完年我马上就去了。好。真的。要不我也跟着去。好。你知道这次我给你的四级。去调试啊。不是开玩笑的，我真去了。上海，今天上海了。上海生意高。